各位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、叔叔阿姨、大爷大娘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天津的景牧阳，今年5岁了，我是俺毛的候选人。下面我为大家带来的表演是中秋节。上课，敬礼。举头望明月，念。低头思故乡。不错。八月十五月儿圆呀，唱。爷爷为你打月饼呐。不错。师傅，为什么八月十五就要吃月饼啊？月饼是团圆的象征，在中秋节团圆吃月饼，求的正是人月两团圆呐。师傅，您知道的可真多。那是，为师才高八斗。师傅，那我送你一个兔爷做奖品吧。谢谢。